咁啊，現場啊係沙田新城市廣場啊。咁啊，今日見到咧，雖然咧就係星期一，但係咧就係沙田嘅新城市廣場啊，熱鬧非常。咁啊，見到啊，電視機咧就淨係顯示住咧，請注意。由於現時商場人多擠迫咧，就請各位小心安全嘅啫。咁啊，啱啱就聽到咧，有一啲戴住口罩、著住黑色衫嘅人士咧嘅市民咧，就係講話要去呢一個嘅沙田政府合署咧，就係、是、接收工。過咗高牆啦，過咗喺中間。咁啊，未知道佢哋係咪嗰一陣咧就會去。去呢一個嘅沙田嘅政府合署，係啦，咁啊，唔該曬。咁啊，見佢哋就應該真係會去沙田嘅政府合署啊。係啦，我知道八寶梯有集會嘅，但係我未去到八寶梯嘅時候咧，已經咧。有人咧就話，有市民就話會去沙田嘅政府合署，咁啊未知道係咪要跟隨佢哋咧去沙田嘅政府合署啊？今日是百五啊，是三百啊。今日咧呢一個嘅港鐵咧，曾經咧有7條線啊，係8條線啊，就係、是、曾經咧就係因為不合作運動咧而令到咧就係服務暫停。咁啊，重複多次咧，就係啱啱咧，就係有人咧就號召咧，就係去沙田嘅政府合署咧，就係接收工。咁我未知道咧，係咪依家行緊嘅人士咧，就都係去呢個政府嘅合署啊。不過咧，呢個方向的確係去緊政府合署。咁我哋就即管去睇下啦。咁我哋咧都系当系睇下尝试一下沙田咧今日咧三八之后嘅环境系如何嘅啫。咁可能你就真系去喎，好多人添喎。咁啊！好鄰捨不區舊嘅街站，一陣間咧，我哋會進行綠絲帶手牌子行動。如果你已經網上報咗名嘅，請過嚟呢邊登記。如果你唔知道咧，亦都想重複多次啦，就係、是、有機會咧，就係市民就去政府合署啊，你知係咪？咁我哋依家就係去政府合署睇下嘅啫。咁政府合署就嚟呢一度咧，就係、是。2-3分鐘的路程。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呢個標題唔啱嘅，咁啊，但其實咧今日咧八寶梯咧的確係有咧。獲得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集會嘅，咁啊，只不過咧，我係寫埋咧係附近嘅情況，係啦。咁啊，附近嘅情況係如何啊？真係～
啱啱就話係去政府合署就接收工。未知道他們是不是去緊，咁我到底誒呢一堆人係咪去緊政府合署咧？真係唔知道。但係一係天氣真係炎熱非常，咁啊見到係有警車啦呢度。是一架的冲锋车，咁啊和斜警署就系佢哋呢度咧就不远嘅，行过去都系五六分钟，冇五六分钟都十分钟，十分钟内应该可以行到过去。我哋咧，依家系去紧呢一个嘅政府合署。系啦，咁啊，已经到政府合署噶啦。已經見到有人了，今天未知呢會不會有下一步的行動啊。看到政府合署的出入口已經是關閉了，一個出入口關閉了，只剩下一個而已。外面就聚集了很多的穿著黑衫啊的市民，剛才就是有人呢就是說要去呢這裡直接收工。
場是政府合署。有勞工處，三樓衞生處。我哋就。跟上去了，咁啊，現場是沙田政府合署啦。咁啊，呢度系二楼嘅沙田中央邮政总局。而家就入到去，入到去呢一個嘅政府合署。咁啊，呢度咧就係大家都話去基信。呢度就是二楼的情况，我们继续去其他的楼层再看看，因为大家就并不是就只是去二楼而已。已經去到運輸署噶啦，咁啊，陸續續去唔同嘅地方啊，接收工。大家就是嗌收工，大家就嗌申请车牌。
咁啊，基本上成個事務處越嚟越多人嘅，咁啊，相信應該好難咧，突然之間會有咁多人咧入到嚟，見到會見到呢個情況。咁啊，剛才就去咗郵局啦，咁分咗幾批人，咁啊，依家我嘅位置就係運輸處。龍山請到小出。我見到係有好多嘅人咧，就係想大家就收工。大家咧就都係填緊咧一啲嘅牌照啊，申請牌照、車牌嘅表格。我哋可能咧，係啦，就去三樓度睇下啦。係，因為咧基本上成個嘅政府合署咧都係被佔據嘅。三樓係咩？三樓係入境處。好，咁啊，啱啱保安咧就話三樓係入境處，係咁啊。我哋而家去入境處睇下。撳飛仔出嚟先啦！咁啊，見到啊入境處咧就係正啊，好中意撳掣噶，係啦。咁我哋而家去運輸處再睇翻。喂，冇飛仔嘅，飛仔排隊咯，排隊咯，排隊咯。
先啦，先啦，先表先啦。直接排隊啦。表先，快快先，曬啲表啊！慢咗一步呢度。咁啊，大家都係有市民咧，就係嗌緊收工。不過咧，暫時咧就係仍然咧就係尚算係正常運作嘅。喺呢度擠咗一大堆嘅想接收工嘅市民。暫時就見到咧，過嚟接收工嘅人士咧，就係仍然咧就係填緊一啲嘅申請表啊，係啊，應該一啲車牌嘅申請表。咁啊，有人嗌填好方啊，我想問填方就係打蛇餅咁樣啦。手係跌咗，排隊啦喎，正經排隊，排隊嘅，多煩啊！排隊啦，喂，排隊啦，喂，填完啲方仔喺度做咩啊？排隊，排隊啦，交方啦，攞方喎，可唔可以問佢兩個？我想問你嘅情況有冇乜嘢㗎？咁啊，啱啱聽到咧，就係有市民就問咧，填方就使唔使用筆？係啊。咁啊，仲有好多人咧就填緊方。水炮車牌，可以申請下水炮車嘅，揸水炮車。咁啊，暫時就係運輸處就係。排隊啦，排隊啦，問下水炮車咁啊，申請車牌啊嘛。下一層就郵局啦，再上一層就係呢一個嘅入境處。咁啊，入境處其實已經係見唔到開放噶。收工喎，又講，唔係收，又收咗工喎。好啊，
咁啊，見到郵局咧已經係落咗閘噶啦，好啦。咁啊，已經係成功咧，令到咧郵局咧就係落閘。我哋上翻去，上翻去入境處啦，唔係上翻去運輸處望望啦。因為就越嚟越多嘅人咧，就去入境處，唔係運輸處。點啊你？咩點啊？你個頭盔撞到我啊！對唔住咯，咁啊條路都唔係你行曬噶嘛，係咪先？咁我避咗你啦。我避你的喎，我停了一次避你啊！我停了我都走了就是咁樣啦。啊！我大家走一走啫，走咩？啊！你又沉低嚟啦，撞到人。喂，有人士有非常之激動的情緒，係啊。好，嚟，閂咗門先，我哋幫你開一門先啦。好，
噶。然后小秀生。咁啊，啱啱整，應該咧就係有職員咧就係嘗試咧就係協調，咁啊就話做埋呢轉咧就會落閘，咁啊期望咧就係大家就比現時咧仍然咧係其他人咧就係申請牌照等嘅手續，咁啊成功咧就係令到咧。就是一眾的人士就拍手，他們現在就是離場的。你排位先，排位先。你們運輸署咧就應該係會收工噶啦，咁啊下一站咧應該大家就係入境處，咁啊下邊嘅郵政局就已經係落咗閘啦，咁啊暫時咧就係應該今日就唔會營業。二樓的政府的辦事處，包括郵政局和運輸署的事務處都已經是將會就是落閘的，現在就剩下一個入境事務處。這裡是水務處的，我按 P 三十八。知道去柜台，去柜台，知道知道。收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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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老公仔老婆仔收曬工噶咯喎，你哋仲唔走啊？係咯，
翻去食 I D 啦。咪咯，而家仲嚟得住食 I D 啊？大聽號碼 A501 聽住爆嚟啊！一直嗌 number 都係冇人嘅。八星九號 A501510，請到爆窗。屯門都接曬人放工咯喎。喂，屯門你哋啲手足走曬嘅咯喎。都唔夠嘛？執緊嘢啦！我幫你望緊一轉喎，呢度冇曬人啦喎。
得翻我哋啫喎，快撳啦，快手機啦！樓下部門閂曬門㗎啦，唔好俾實 Q 難做啦，實 Q 都想收工嘅，因為係啊，好多人想收工㗎。翻屋企啦，冇人整正啦，今日打你哋啦。收工啦！收工啦！同日啊！最後一個都做埋啦！我覺得佢哋坐曬喺度嘅。冇啦！望住部電腦做咩？翻屋企啦！翻屋企啦！翻屋企上網啦！翻屋企啦！九九啦！係咪先？Camman 都走咯喎，你眼望眼做咩擺放工啊？你哋收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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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有預約嘅咧，我哋有個資料可以跟住翻，咁我哋睇到記錄。佢陣陣安排，你將來安排，咁咪得咯。佢做埋，你又預約到，我哋一定幫到你。係，我哋睇翻佢事情況咯。啊，佢盡量安排，盡量都係咩？你今日預約咗嘅，咁排列後啦。你哋答我咯，你係安排之前。打啦，我哋今日有預約到。嗱，如果你 OK 啊？預約嗰日咧 OK 嘅，冇問題嘅。嗰日第二日嚟都可以嚟翻啲先。順啲喎，係順啲啊！我哋三點六啊，三點六啊，呢邊啲啦，前面有呢個，前面有呢個，前面有呢個，係啦。咁地啊，係啊，你哋有錢。特別你補充呢啲嗰啲啊，冇問題，有阿坤我哋幫你做。阿坤你補翻嘅，你預約做乜嘢咧？我做，因為做嚇，我使唔到。你預約㗎嘛？我聽唔到啊，唔好意思，太麻煩，你哋小心啲啦，咁就嚇，麻煩小心啲嚇。拜拜，係啊，拜拜。辦公室啊，留到啦，留到你講。真唔係啊，真係。我未有嘅，小心啲嚇。相公。好，你冇理由中意翻工噶嘛？係咯，你冇理由做公務員係真係翻
丟九馬五個啊你！收工啦！咁啊，繼續咧就係、是、有好多，戴口罩、著黑衫嘅人士咧就係、是、嗌收工。冇用微信啦，微信就唔好啦，不过唔用。
係啦，快換衫啊！等埋你我哋，護送你落去。一齊走啊！一齊走，翻去陪下個仔啦，上嚟啦！香港人一齊走啊！唔係一齊扮咩？今日都係扮咗一齊扮，走咗扮咗啦！咩記者？我唔係緊急服務啦，走啦！係咯，你哋又唔係緊急服務，走啦！走啦，走！我哋喺度和平啫，收嚟啦！係咯，揾緊大手啊嘛，我哋。我驚你辛苦啊！走啦，姐姐。你知香港啲勞工法例幾辛苦啊？冇紅日。成棟樓都放曬工，得翻你哋，真係戥你唔抵啊！係咪先？好辛苦啊！你咪早啲放啦！真我都於心不忍啊！仲有你哋，冇你哋冇理由，你哋冇得放假。翻舊啦，政府放曬啦，係啊，咪再做啦。其他區嘅老細收工啦，老細。上面功夫上面做啊！你到時走唔到，我啲補水喎。真係啊！而家走你差佬有補水，你哋冇補水啊？你都唔擺。人哋差到補水補百萬，我就最尊敬入境嘅，見到你冇收工，我心好痛啊！真係，快啲收工啊！真係，點解你份？夠鐘出境啦！阿 Sir 聽完未啊？出境啦！喂，收工都要研究，有冇搞錯啊？攞起張卡，大哥，拍卡走佬，好驚啊！阿 Sir 好驚啊！即係咁樣，你走先，我幫你打卡啦。勞工處職員已經係離開咗，但係入邊咧應該係仲未收工。就有啲巴士都停停地啦。可能咧就係。我哋啲同事咁坐喺度撳下手機都冇意思啊！成日放佢嚟。可能就係討論緊啊，商討緊。屋企湊下仔啊！跟住落嚟係咪會？我爸爸話有2000南亞刀手喎。收工。姑媽都話有啊。咁加埋咪4000？哇！我哋姑媽加佢爸爸嗰個4000喎。打緊報幕嘅刀手喎。南亞刀手喎，點解又有日本刀手啊？非洲刀手啊，好多好犀利喎，好多好多林子武啊，剪好頭髮就要打，剪好頭髮就要打，米奇老鼠出曬嚟啦都，收工啦，再嚟接神俾聯盟接你收工啊，收工啊，收工啊，快啦，放半週唔好咩？成日都收曬工啊！我一日收工起月。你回山你琴日。喂，樓下運輸署落埋閘啦！哎呀！得翻你哋。你而家點幾就走咗啦？不要讓入境成為孤島啊！快啲走啊！我同差佬圍五啊！收工啦，Sir！收工啦，收工啦！乜搞？快咗先嚇！一齊大家收工啦！好，使幫你打卡。T 恤嚟開波，成日開 T 恤開波，唔好扮工啊！點解可以用？阿 Sir， 你啲衫係白衫啊？我阿叔都冇點入去我哋，唔係啊，我自己還工嘅。好啦，今日收咗工啦。我想大獎同花姐入住樓，住樓之後請過嚟啦，包嘅大飛入去咪得咯。大飛都馬頭，中間有啦，住到全部有咯。阿 Sir， 你想我哋走啊？想話餐嘅，要走一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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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走。一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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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走。服務市民咁多年都辛苦啦，玩日早啲收工啦。大家都攰啊！收工咪當打風咯。一樣嘅啫。阿 Sir 講兩句啊，睇你醜啊，你靚。喂，你唔走，我而家嚟攞噶啦。啊！天文台講緊我，講啦。
收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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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埋呢個我收工啦，仲埋一個，仲有一個，仲有一個，佢影記者們影低啊，一對一服務啊，仲埋呢個，一對一服務，帶翻記者服務佢啊，4-1呢位師兄有事啊，係啊，中心，仲要咁高級嘅隊隊，有私隱㗎。阿花後啊，佢入政治啊，私隱嘅，私隱嘅，唔好咁影啲小朋友，唔好影到啲私隱私嘢啊！小朋友，佢有私隱啦，佢有私隱。政府合署，政府合署站三樓啊。打俾幾人嘢，都係咁咯。
關到啦，根本開個窗或者正常開啲環境。係咪整曬啦 ，Sir？ 好似做曬嘢喎，係咪做曬啦啲嘢？冇嘢做喎，收工啦！喂，執埋啲手機，好似事實到喎，執幾手機啊？邊個先走啊？邊個先走啊？熄咗部電腦啦！鄭都話咗佢會執手機啦，嘢係做唔曬嘅，都係可以接受嘅。收工咁啦，林鄭都話光復香港啦。係啊。咁啊，見到仍然咧就係有日本處嘅人員，就係喺佢哋辦事處入邊嘅。咁啊，仔細觀察啊，見到咧呢一個嘅電腦屏幕咧，仍然係4:3嘅設計。咁啊，睇嚟都係屬於比較舊式嘅設計啊。都幾襟用，電話咁多年都仲係4:3，咁啊應該咧，依家好多都轉咗咧16:9啊，16:10啦，咁啊。即係幾年前話講啊，我識機啦，識緊機啊，係啊，我識機嘅係咪啊？係，可能係識機啦。你笑曬啦！大家都唔想嘅，政權問題，係咪？大家都唔想嘅，政權問題，係咪？喂，收工跟我哋去遊行啦！我有黑衫多喎，都有啊，出發。喂，我有黑衫，我哋可以借衫俾你㗎，快啲收工，我哋去遊行啦！大隻應該唔啱場，一齊警署嘅人收工啦！昨天可能有份是黃大仙的昨晚你有沒有份啊阿Sir？ 我阿Sir都問識的阿Sir不想透露出來我昨天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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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都問識的我都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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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捉了維維灰現在好像很大林亞居都是是啊好啦，康文處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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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下一個目的地呢應該呢就是康文署我們看看會怎樣Thank you.
係啦，今日見到啊，運輸處已經落咗閘，咁我哋繼續跟住，繼續跟住。保安就話有工收就開心，係啦，開心開心咁樣嘅。咁我哋依家就跟大隊去呢一個嘅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嘅大樓。現在呢仍然就在政府合署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就真是一街之隔的，走過去都不用兩分鐘。我們現在慢慢地走過去，天氣都十分炎熱了。真的去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呢，我是未知之數，因為雖然呢就是近在眼前，但是呢好像沒有呢沒有直接去的方法。真係近在眼前，但係真係點樣去啊？點樣去啊？兜過去嗰度。唉，係咯，點樣去啊？哦，跟住佢哋去啊？佢哋去邊啊？咁樣可以去到噶嘛？我都唔知道。有人就是這樣直接橫跨嘗試，我們又跟住這裡看看有沒有安全一點的方法走過去。這個方向呢其實都是可以去到警署的。其實知咧呢一班嘅咁啊叫示威者啊，咁啊下一站会去边？咁啊头先啊听闻过咧，就系去呢一度嘅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大楼啊。但系咧，虽然咧就系望到啊，但系去咧就比较困难。
未知佢諗住點去。其實後面應該是不需要落樓梯的，已經可以去到的，不過就在另外一邊的方向，但他們就選擇了上來這裡，上來這裡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怎麼辦，還是他們是想著不去這個康文署的大樓。咁啊，見到啊，其實咧已經係交通燈已經係失靈啊，已經熄滅咗噶啦。咁啊，你知係因為咩關係？真的未必呢會去這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樓、哇，沙田的警署就只是在左手邊而已。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下面看到有警車，暫時前面是未見有人向著這個沙田警署進發的，因為那裡前面剛剛見到就是瀝源村外面的球場，就是暫時就是未見有人群的蹤影，可能就真的去這個康文署大樓。這個都只是一個猜測來的，不是沿著出面的瀝源球場的方向，但是就入了去瀝源村。瀝源村是香港第一條公共屋邨，不是沙田的第一條公共屋邨，是講錯了。好，可能真的去警署了。
尋日隔離就係沙田警署噶啦。唔係講笑，今日嘅天氣真係真係有啲熱，真係唔係有啲熱咁簡單。咁啊，呢個方向咧就係警署嘅方向。咁啊，早幾日咧，沙田嘅警署曾經咧就係被人圍堵。天氣真係相當之炎熱啊！我哋跟緊大隊咧，應該就係去緊呢個嘅沙田嘅警署。咁我哋有另外一隊人咧，應該係去緊咧呢個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前面咧就已經是警署噶啦，是沙田的警署。附近的政府的建築物應該只有沙田警署而已，除了沙田警署之外就應該都是只有沙田警署。大有可能是
是目標。我哋見到啊，係有啊，有警員咧，就係咁就有市民咧，就係喺對面啊，對面就係聚集。咁啊，不斷咧係向住咧呢一個警署係高呼黑社會嘅。咁啊，沙田警署咧早幾日咧俾人噴上嘅噴漆啊，咁啊已經係俾咧油漆咧就係漸蓋。力源村都是非常之多的人聚集的。好嚟啊！好晒啊！好晒啊！咁啊，应该一如既往，好似之前咁样咧，就系喷上一啲嘅字句。咁啊，睇嚟都一阵先睇到系喷咗啲咩。咁啊，呢度咧喷咗知法化法嘅，应该就系。上面好多強姦犯啊！望乜撚嘢啊？望屌你老母啊！咁啊，見到係上邊咧就係。強姦犯！強姦犯！屌你老母！有冇罪得？咁啊，見到啊，示威者搬啲路障就係擺咗喺呢一個嘅警署面前。香港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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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雨啊！落雨啊！睇你点叫啊！落雨啊！